在明朝的时候，中国的海关来打我们，1535年时称为市舶体举司，到1553年，葡国的商船一来到澳门，澳门这个渔村便慢慢成为现今的现代化城市。而今日邀请了学者李叶飞先生为大家介绍漫步澳门街的其中一条路线，邂逅海岸系列之内港风貌。那我们一起来回顾内港昔日繁荣的景象。这个内港的历史啊，内容很是丰富，包括这个地方原来是鸦片贸易的场所，而附近呢有澳门第一个运输鸦片的码头，这个码头亦是在东南亚当中运输鸦片和交易的地方。大家也知道这个地方称为科邦迪前地，但是又有另一个名称，华人称这边为斯达口。你知道为什么叫做斯达口呢？其实是因为鸦片运到澳门后，商人就要提交一个印花税，那澳葡政府呢会在鸦片箱上贴上一张印花，外国人会称呼这些印花为 stamp， stamp 这种说法便演变成斯达了，所以这边又俗称斯达口。我们来到的这间屋是在1880年建成的，名为鸦片屋，当时是用作存放鸦片，又被称为鸦片公站。1839年9月3日，林则徐带着清王朝的指令通知澳门政府，全中国也要禁烟。其实我知道鸦片在最早时期是用作医疗用途，后期才被人滥用成为毒品，而我身后的建筑物由鸦片仓库演变成现实的门诊，真的是世事难料。而在公站斜对面的大风仓码头，刚刚落成时与当时的码头相比，规模可谓数一数二的。何贤先生亦专门请著名建筑师负责设计，大楼采用中式木框门窗，是西式建筑设计上带有中式的传统元素。虽然这一区已经没有当时那么热闹，但是它简朴却独特的外观可以了解到码头的老板来历绝不简单。以前每当澳门有台风来袭时，各地的船只都会集中停泊在内港一带作为避风港，大家都会停泊在不同的船屋和码头，用作物资的补给或船只的维修。当台风过后，每一艘船也会回到原本的岗位，而内港一带又会恢复到原本的平静。在1946年时，澳葡政府已经宣布澳门禁止鸦片。禁止鸦片后，整个经济都产生很大的变化。澳葡政府考虑到澳门博彩业的发展，所以便容许了船只在16号码头作为客运码头，接收很多客人从16号码头进出。摇身一变，16号码头便成为当时旅客进入澳门的主要入口地。所以旅客来到澳门一定要买点特产。牛肉干还是杏仁饼呀？以前的旅客来澳门买特产，多数是以澳门著名的咸鱼、虾膏、虾酱、蚝油等等。这些看似老套的东西，都是澳门早期的特产，旅客也很喜爱。时至今日啊，虽然这些特产受到检疫的限制，但仍然有旅客慕名而来购买。由于外港码头的开放，加上新发展的旅游景点，种种因素让内港的发展重心迁移到其他地方，而大家的集体回忆皇宫娱乐场也搬离了。时至今日，内港码头的使用也越来越少，它的辉煌也开始减弱，而旅游带来的所有商品、周边的商业等也开始逐渐式微。
今天很感谢李叶飞先生为大家介绍了那么多有关内港的故事，同时亦欢迎大家亲身体验漫步澳门街这条路线。邂逅海岸系列之内港风貌。